好，我们从楼上下来，现在要进入地下室。OK，好想出去，不会放你出去。等一下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让你去操场玩。好，让我们进入地下室。Q 币来，地下室，你一看就知道，地毯换过了。Q 币以前是不敢下地下室，打死不来地下室。换了地毯之后，然后灯光一弄变得亮亮的，他就敢来了。好，Anyway，现在你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地下室。原来 Pauline 说要把这边全部漆白，好险没漆白。到我们家来看的人都说这个很好看。你看，其实面亮亮的，对不对？代表其实它是 quality 很好。你要说它很老式老派，确实现在买不到这样的木头，但是以 Abdul 的 形容词来讲，这是一个 classic 的 look，classic，OK。Piano 没有卖掉，unfortunately，OK。这个牌子这个年份的 piano 第一不好卖，只能以后再说了，或者也许就给付给新的买家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哦，这边都地毯都弄好了，这边桌子呢故意放了一盆花。还有爸爸的围棋这样子，其实这东西呢，我估计房子卖了之后，Pauline 都会收走，也不错啊。以后给他未来卖其他房子可以做装修啊，就是搞弄得很中式的感觉。那当然，这个底下你看，像这里哈，这就是木头原色，这个完全就是买的时候就是这样，这很旧，感觉很旧。看一下木头的原色，真的感觉很旧。来。原来这个手把也是这样的颜色，就是这个木头原色，就是这个颜色。我呢这两天把这边上色了，这一根一根的东西上色了之后，跟下面颜色有差别，对不对？跟上面就等于说特别让它有特别的感觉，颜色不一样，深深浅浅有一个渐层的感觉。哦，好，这里这里面。清空了，OK，这里面都清空了，以前全部都是爸爸的东西，哇，现在全部干干净净。这里，哎，噔噔噔噔，这是什么？抓老鼠的，抓老鼠到底怎么抓法呢？我们那天也问了，其实呢，它在里面是有一种老鼠药，老鼠呢闻到之后就会去吃，吃了之后不会马上死，吃了之后它就会慢慢脱水。最后呢，通常不会死在家里面了，就是等到他出了这个房子之后，就会开始觉得口渴，然后就慢慢，有没有看到我们小狗？以前从来不下来，现在很爱下来。这个暖气是 work 的，上一次漏水，从妈妈房间漏水，就是漏到这块天花板，这一块哦，这里跟这里。现在我们重新补过，请海多来补，然后我跟 James 两个人把它上漆，上完了之后看起来。还可以啦，不是百分百，你 you know, 没有100分，但是可以了。可能还是有一些地方没有补到，但是 OK 了。这里是地下室，爸爸，你看这边。好，让我们往后面走。我们家大概最烂的地方就是地下室厕所了。老实说，真的是 OK，也没什么办法。这天花板灯也换过了哦，刚刚忘了讲。天花板的灯换了16个，所以大放光明。这个地方天花板换了吸顶灯，这个里面都整理干净了啊，哦，基本都是整理干净，所有的有的没的东西全部都弄掉了，这样子架子也弄空掉了。小狗到那边去干嘛？我们家真的是害虫很多，就是蟋蟀类的东西很多。所以呢，我有时候在边边角角都会放一些粘鼠板。以前不是 order 了一堆粘鼠板吗？是的，现在都派上用场了。我就把它放在窗边什么的，过2天回来看就会看到粘鼠的。OK，这是地下室，现在看起来是干干净净。以前吧，这里的这张床枕头你拿起来，底下都会看到老鼠屎来着。你看哦，比如说这个窗户，那窗户底下我就放了几张。粘鼠板这边就有粘到小蟋蟀什么的，
因为这个地方有时候就会有小蜘蛛啊、小蟋蟀，因为我们后面是森林。其实不止我们家，Carol 家也是同样状况。那这边都漆过了，嚯，原来那个这边天花板原来也是有水痕，怎么回事呢？就是那个电冰箱在那边漏水。好，妈妈不是不知道那个外面楼上的外面到底水在哪里关吗？就在这个小客房的柜子里的上面。这个洞里面呢有一个水闸，把水闸关掉呢，院子里的水就 shut off 了。一般来讲呢，通常冬天的时候都会把它 shut off，因为怕水管爆掉，对吧？都会把它关掉。就是在那里找了800年都没找到，就是在那里。再来进入全家最不满意的地方，厕所。厕所下面全部漆白了，原来不是这个颜色。OK，全部漆白，看起来比较干净。桌面橘色已然无救。OK，这个 orange is ugly，but 没办法。Working，working，并不是新的，但是 in working condition。然后这个头倒是换新了的，换新了的。你看，从这个柜子的后面换的。以前有请 Abdul 弄，但是 you know 大工程，他在这个地方弄了一个板子。跟楼上一样，可以换，然后一样，冷热水是反过来的，所以就重新。所以这个地方你看，其实没办法，这个太哇 ugly。然后而且你看地板感觉脏脏的，已然是刷了又刷，刷了又刷，掉不了这个颜色，没办法。这个厕所工程要弄的话，我看是需要工程，是需要一个大工程的，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去弄它，因为实际上。地下室住人的几率也是很低的。好，天花板这个以前不 work，现在 work 了，冷暖一起的。好，这里其实没什么好拍，我刚大概稍稍微拍了一下。出张是干净了，就是干净了，留了一些木板。我想说那个还是给新的 owner 了。OK。呀，现在至少这边都清干净了。哎，爸爸，话说我们把那个大的油漆桶给丢了哈？对了，好吧。那现在也没有了。通常会把空桶留给新的那个。